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他离家出走，只身在外，纵然他犯了什么错，要罚的话也要等他回来问清楚前因后果再决定嘛。哼，前前后后偷了那么多钱在外面吃喝玩乐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依我看呢，前因后果只有一个字，就是钱。你们做把手的进到学校来读书啊，根本就是别有用心。你们在街上偷盗无处可偷，就混入学校偷。其实啊，我们只是把你们开除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其实应该报警抓你们，为民除害。你还没说完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啊，一定有人幕后操纵，如果报警的话，恐怕连王先生你都有嫌疑啊。拿去喷人了你。对，总统，这次要讲道理，让我来。如果说这个世界要讲道理的话，我只有四个字，我是校董，我不准你开除他们。郑小姐，郑小姐，你大慈大悲想造化这些小孩，我很敬佩，但是校董的职责只是监督校长与其他教职员的表现，无权直接批核个别学生赏罚去留。如果说我和校长有什么失职的地方，就是太姑息他们了，遭到把他们开除，免得学校校誉受损，免得其他师生受害。我知道我这四个孩子给校方增添了很多麻烦，我上次的野蛮态度也得罪了二位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可是这两件事，这三个小孩是无辜的，求你们不要开除他们。他们以前跟着我就已经没好日子过了，如果再没有书读，将来就没有希望了。就算这一次没有他们三个人份，但是上一次他们三个人偷我钱包的事就不容抵赖，一定要开除。师父，你不要再求二了，以前没书读，我们也不读。哎，你快。这么烂的学校我们也不想读，老师也蛮不讲理，也不疼学生，只会冤枉我们，一千个就是被他们逼走的。师父，我们走，你要人对我们好还是你对我们最好？走啊，走走。校长好。何嘉丽，你进来干什么？这里面的事出去。他们真的是无辜的，这老师的钱包是他自己掉在桌子底下，他明明已经捡回来了，还冤枉他们四个偷钱包，他叫我们不要说谎话，自己却说谎话。你乱讲，我的钱包明明是那几个小鬼偷的，我根本没有冤枉他们。你这个坏蛋。有没有说谎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那钱包是我新买的，他能够证明什么？钱包是可以买，可是有价值的照片是不可以的。你不曾经说过你在上海师范毕业那张照片跟钱包一起不见了呢？你这怎么能为人师表呢？我当初你怀疑他们四个偷了你的钱包，为什么你自己找回来钱包，你明知道对不起他们错怪他们，你反而不说呢？我
哼，我为什么要说出来？哦，难道要我向卡总认错？不错，就算我的钱包不是他们几个偷的，可是姚一谦仍然偷了其他人东西啊。我没有看错他们，我是先知先觉，我没错。哦，你就是不肯认错，明知道一谦是冤枉的都不说出来。你呀，平常是狗眼看人低，只会对我的小孩打打骂骂，我早就想打你了。黑了你用你说你啊，我是个扒手啊，我都懂得知错能改，给自己机会给别人机会，你连我都不如啊。哎呦，你凭什么做老师啊？你能做什么好榜样？要不是你冤枉一谦，他不会自暴自弃。你一个谎话就害那个小孩的前途。哎呦，哎，你害了他离家出走，你会害死他的。我，你刚刚不是说校董的权利就是监督教职员的表现吗？我现在对你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啊！我挑你鱿鱼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了你，校长，曾老师，你另谋高就吧。啊，走，校长，校长。好，王先生，曾老师钱包被窃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。误会他们几个了，啊！你们三个不会被开除学籍的。另外，姚一谦偷窃其他老师财物的事情，却是证据确凿。等找到他下落之后，校方再另行处分。谢谢校长，来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，谢谢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杰夫叔叔，杰夫叔叔，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杰夫啊？我经常来看我弟弟，他就是你的邻居一谦呢。哦，你就是闹得我们鸡犬不宁的那位姚小姐呀？有得罪之处请你原谅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一谦的下落呀？没有啊，你有没有消息啊？哎呀，什么地方都找过了，只有过去不远的一个废矿坑啊还没有去找过。在哪里啊？那矿坑在哪里？离这不远呢、啊、你带我去，快点。好好好，杰夫叔带我去。李贵，一谦，一谦啊！李贵，杰夫叔叔，你先坐下来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上去找他，你在这边坐一下等我。这边路很难走啊，你要小心呐。好。李贵。李贵，你不要走吗？李贵。